先留份啊，先等一下把它打开。没有。先留份。哎呀，哇，看看什么样子。先留份哦，这个留份都是先留份吗？哦，谢，这好像篱笆。留份。先留份，新鲜的牛粪。还有蚯蚓，哦呦呦，那有蚯蚓在里头。蚯蚓在里头。OK。哦，也差不多五公斤，嗯，差不多。就用这样子五公斤的鲜牛粪。哦，哇，哦，米尔，你看这个蚯蚓那么大一只，哇，这个牛粪里头一大堆的，那么大一只的，哦，好大一只，奇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够繁衍。OK， 这就是
先留份。先留份来养蚯蚓。这边有几只蚯蚓，给你进去，给你进去。这小蚯蚓，这个大蚯蚓，哦，OK，就这样子，先留份，好像篱笆，OK，就这样子。结束。